宝儿，今晚接个面吧。啊，宝贝，咱才认识三天，这就奔现了？是啊，你到底来不来啊？来，怎么不来呢？哎呀，宝妮闻起来好香啊，真想把你吃掉。疼，好疼，你干啥？真吃啊？都咬你一条胳膊了，你说呢？可别挣扎了，白费功夫。我体型比你大很多，你是插翅难逃啊。好吧，我都懂，你吃我是为了补充营养，以后好繁衍咱们的后代，我认命了。笨蛋，母螳螂吃你们单纯是因为饿，才不是为了繁衍后代。那些母螳螂太饿了就直接吃，像我只是有点饿，可以先交配再把你吃掉，如果不饿我都懒得理你。渣女，原来你是真的想吃我，这几天的情爱与时光终究还是错付了。渣什么渣，把你变成残渣。苹果烂了一小块，切掉之后到底还能吃吗？啊，烂苹果丢了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我就烂了这么点，切掉不就好了，咋这么浪费呢？别听他的，千万不能吃。像旁边这哥们儿，只是运输途中的磕伤，是可以吃的。但他这种发霉的，属于内部病变，里面已经被霉菌污染了，霉菌会产生毒素，吃了可能会食物中毒的。有毒的地方已经切掉了，剩下好的怎么就不能吃了？我劝你不要吃。水果一旦发霉，病原微生物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的有害物质会从腐烂部分慢慢向其他部分扩散，即使很小范围的腐烂，此时苹果生面可能也已经出现了变质。寡人一定要统一整个苹果。这时苹果营养价值下降，吃了这样的苹果还可能会造成消化道不适，出现腹泻、呕吐等症状。我把我自己加热一下，消毒杀菌不就能吃了吗？加热只能杀死部分霉菌，但已经产生的毒素无法完全消灭，所以还是不能吃。把我扔掉也太浪费了吧，好几块钱呢。身体重要，钱重要，为了几块钱拿健康冒险值得吗？你们说烂苹果该扔还是该吃？啊，快看，是哈尔滨大山里的神秘少数民族。这俩不就是在旷野上那老人吗？偷袭我！喂，小土豆，我是恶伦春族的，刚刚骑驯鹿的是恶伦克族的，我们不是圣诞老人，森林中受被采集，也就是以前的事了，现在小康了，大部分人都在城里生活呢。你们不是一个民族啊？当然不是了，虽然100多年前我们被统称为索伦部，也住在一起过，但自发家成立后，我们可是两个不同的民族。都怪那些营销号乱带节奏。没关系，难得你们来一趟，我来给你讲讲两家的特色。鄂温克族，他们可是天生的驯鹿使者，有着悠久的驯鹿饲养史。在过去，驯鹿曾经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们的吉祥物呢。想看驯鹿的话，可以来敖鲁古雅，这里可是种花家的驯鹿之乡。懂了，看到牵着驯鹿的就是鄂温克族的呗。那为啥有人说牵驯鹿的是鄂伦春族的呀？那是因为他穿了我们鄂伦春族的服饰啊。这个袍脚帽可是我们独有的特色的。早些时候，我们一直以狩猎为生，跟袍子有什么密切的关系？可是现在禁猎了，它摇身一变成。保护动物，保护动物做帽子，这可真行。哎，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都在公安局备案的，但是不能买卖哦。懂了，这下总算能分清你们两家人了。听说你们还能征善战，但你们上次出山是什么时候呀？我们一直直属国家的北疆。清朝时参加了打准噶尔、定西部、攻打大小兴川等战斗，最近一次出山是抗战时期参加东北抗联，抵御鬼子的侵略。哇，好厉害呀！听说你们还把老族长和萨满都请出来了。嘿嘿，没错，来即是客，我们这里好东西多，东北山货、美酒、工艺品、鹿皮制品，希望你们都能好好体验一下。王子公主请上来，咱们出发喽！加油加油！不错哦，果实个个饱满，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哎呀，一年到头都在忙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，不用卖力吸收营养了。醒，别睡了。葡萄采收后，树体可是最虚弱的时候，你可得先坐好月子才行啊。笑话，还没听说过葡萄树坐月子的，要坐也是你坐。哎，一孕傻三年，不会是真的吧？这树怎么都不知道保养自己。你消耗了这么多养分，吃点月子肥，好养养树体啊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啰嗦？这果实都没了，用不着补营养了。哎，你这月子没做好，要落下月子病的，抗病能力也会下降的，来年会影响开花结果的。你别
别管我了，都说了不坐月子了。你这树咋那么糊涂呢？行行行，看你明年咋办。能不能加点油啊？这营养都不够塞牙缝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我以前挺厉害的，现在我加油了也使不上力呀，这可咋办呀？之前就告诉过你，采收后要及时补充月子肥，这下傻了吧？呀，怎么了兄弟？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病了？没有啊，哥生来就这样。你看我这健美的身材，光滑的皮肤，简直帅得发光啊！给，赶紧把浓痰洗了，看起来病殃殃的。别听他瞎说，这白霜可不是浓痰，这是自然生长的果粉。白霜果粉咋回事？这层白霜是由蓝莓生长过程中自行分泌的果糖凝结而成，对人体是无害的。它不光可以保护蓝莓，还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对于视力保护也很有帮助呢。可我看起来没有它光鲜亮丽啊。你可不能妄自菲薄，有白霜证明你是更新鲜的。这层白霜可以减少失水的速度，避免蓝莓变质，它这样的放不了几天就得烂掉。不好好清洗就吃，你不怕拉肚子？吃多少拿多少，吃的时候只要简单的冲洗掉表面灰尘就行了，什么洗洁精啊、食盐浸泡法都不用，营养物质都整没了，那还不如吃黄瓜算了。学到了，挑选蓝莓的时候一定要选我们这种白霜多的，光滑白净的可不能要。哎，你俩长快点去看看外面安不安全。你去。哼，我才不去呢。别啰嗦，就你去。好，大哥，我这就出去看看。还好我离大哥远，不然就我去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外面可太安全了，阳光也好，你们快出来看看啊。哎，这是大蒜的幼苗蒜苗耶，拿回去炒菜喽。幸好不是我先出去探路，否则我就被炒菜喽。老弟，现在该你去看看外面安不安全了。我马上出去，马上出去。大哥，外面很安全。好黑呀，我心不过来了。这蒜苗被塑料袋遮住了，不见光也不透气，长成蒜黄了耶。哎呀，正好拔回去炒鸡蛋吃。嘿嘿，他俩替罪羊都被抓走了，现在外面应该安全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安全的，没什么问题，长出蒜苔可真费劲。这是大蒜长出来的花青蒜苔耶。嘿，真香，拔回去炒肉喽。这大蒜真好，长出来的蒜苗、蒜黄、蒜苔各个阶段能吃，都好吃。老弟，别转了行不？头都被你转晕了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我可不是瞎转，我是在帮你长得更粗更壮啊。隔行如隔山，你放弃吧，还没听说过鱼能帮稻子长壮实的。我在水里游能让你们产生触摸刺激，你的植物激素赤霉素水平就会下降，这样就能改变你们的外形，让你们的茎干变得更粗壮，还能多长新芽多结穗呢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才不信。有这等好事啊，小鱼小鱼，快来我这里。哼，没你我一样能长得很好。我走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以后谁也看不上你。我怎么又瘦又没什么豆子啊？这可咋办？之前就告诉过你，我能帮你长壮实，你看人家长得多好，这下傻了吧？看我这茂盛的秀发，简直是果园中最靓的仔呢。自恋什么呢？光长枝叶不结果有什么用啊？你别胡说，你看这一堆硕大的柚子，这可是我今年的贡献，我是果园的功臣。别想躺在功劳簿上混吃等死，你们柚子树必须在冬季好好修剪枝叶才行。为什么？我枝繁叶茂不好吗？这显得我健康啊。园艺剪刀。你们这些树叶很多都是凌空翔，只吃营养不干事的，只有裁员把它们剪掉，才能更好调节树体营养，恢复树势，以便来年结出更多果子。麻利点儿，
我托尼老师可是很忙的。哼，病虫枯枝我剪，你们抱在一起干什么？相互影响我剪，长这么长浪费营养我剪，我变秃了也变强了，可是我帅气的形象也没了。这样就顺眼多了，来年肯定又是大丰收。在小小的果园里修啊修啊修。嘿，你当时在淄博撸串呢，放开我兄弟，少来祸害我们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龙心，我这是在帮他修穗，修一修到时候才能结出更好看更香甜的果子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什么真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他把你未来的栋梁之材都摘掉了，你将来怎么结果？别信他，你不修穗果子都长一块，到时候要么被挤烂要么都长不大，我这是帮你快刀斩乱麻。嗯，好人不骗好人哦，为了来年丰收我试试。新龙哥杰硕果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也来试试啊。这些都是我的宝贝疙瘩，你想都别想。哎，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，行，到时候别后悔，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啊。老哥，看来他没骗我们，修过穗的葡萄果子真的更大更香甜。我又不瞎，看到了。龙哥，下次给我也修一修吧。